乡亲父老，好看来笑不？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老板开啦。啊，最近哦，我有接到一寡哦，什么意见的批啦，讲什么我串介绍的拢适合查某，不适合查甫啦。哎呦，冤枉啊！天啊，你嘛给我评评理一下。我介绍老板，查甫也好，查某也好，安尼。这期吼，我要介绍吼，是对查甫特别欢喜啊！啊，来继续做吼，来，诶，要甲我介绍一个，唔知罗源头的查甫，我就期待吼，唔知来未？头家了，头家了，伊来了，伊来了，来了！罗万坤啊，我是你的嘉宾啊，有惊喜无？惊喜是无啦，惊喜是都有啦。哎呦，我是讲今日会来一个老德华，再来一个老哥哥，头部啊是电视台是无人要是哦。他偌老，偌老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伊人无闲嘛，不是派我来咯。嗯，伊人拢叫我什么，你知无？叫什么？男神啊！男神啊，对啊，很难跳的神咯，咪男神咯。哎呦你！行啦，开车啦。汽车，对啊，巴士啦，汽车，你才汽车诶。去抢我红包啦，请个红公公，我卖去我红包，行啦。哇，罗王坤啊，你排场阁袂歹啊，阁有家己的御用车呢。哎呦，要带家人去找罗王，本来说清清菜菜、随随便便呐。对，我有这荣幸坐你的红包车。我这个红包车呢，不但外表好看，司机缘投，还阁吼有好歌通听。咱真久无合唱咧，要来合唱一下无？哦，这条歌咧上甘你啦，叫做《老人阿哥哥》。Music。讲啊够进步啊，真正老风骚。北方文化无爱学，爱跳阿哥哥啊。今仔清早无清楚，脚步哪会好嘞？两个跳到花哥哥，好嘞恁拢无。三只公啊，七手啊，头毛吹秀白哦。够进步啊，脚骨细，今年七十岁哦。三步前进，两步退，啊，愈跳愈好势哦。虽然老骨顶扑扑，啊，袂输少年家哦。哇，不愧是歌台的歌王歌后啊！音乐一来啊，马上唱到如痴如醉啊！唔通未去今日的目的是爱去找老板哦。罗邦坤啊，你带我来这到底是要看什么啊？看鸟，看鸟，看鸟，不是去珠穆朗玛峰咯？你有笑无？咪暗暗沉沉来行啦！啊！哥本巴鲁鸟儿歌唱俱乐部第八十年代已经有啦，真侪爱饲鸟的人拢自家来这到，甲其他兴趣所想的朋友互相交换饲鸟的心得。哇，这个所在实在是真壮观，想袂到新加坡哈尼水的所在。哥哥，无介绍啥啦吼，你来看，这欣赏鸟的角头一眼望过去，从这鸟拿滚滚的过去，偌水的哦。喜欢这鸟拿要挂你关下。哎呦，安尼你都唔知，这鸟吼已经吼习惯在天顶飞来飞去，挂你关，伊能再关系吗？你咧骗我？这几只唔是挂真假咯？这个吼，咱人有分大人甲囡仔，这鸟毛分啊，大鸟就吊面顶，啊那细鸟以你的标准为标准，安尼吊鸡鸡唔得袂惊。讲了嘛有理由哦。伊人正济啊。安喏，迄鸟放互伊晒日，伊袂热咩？哎呦，安尼你都袂晓，这斑马鸠吼，伊都习惯爱晒日头，安尼晒了才健康，唱歌才好听。哦。啾啾呼啾啾。哇，想袂到你对鸟个安尼有研究。大哥啊，啊你是客人哦，客人这鸟要安怎叫啦？客话鸟叫调的啦。哦，啊大鸟呢？太调。啊细鸟呢？细调。啊那中午呢？冻袂调。听你咧放风啊，行来来看鸟了，走哦。哇，有超过一千个鸟人咧，是东南亚其中一个第一大让人看鸟的所在，真厉害哦。除了斑马鸠，阁有长尾鸡鸭、绣眼鸟、甲鱼冠杯，有时稍过举办歌唱比赛，看谁的鸟啊唱啊真好。
威廉大兄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！听讲你牙巧来这档哦，365天拢来哦，靠两天了，啊靠两天过年，啊靠两天过年哦，啊这档是不是逐天拢安尼劳力啦？通常拜六礼拜。啊是讲，啊做这巧，大家都爱牙来这档哦，啊该挂关关吼，啊那卖放个厝内咧。厝内是死的所在，伊无看到外口的风景，看外口大树啊，又迄个大，又种。真正自然的环境，所以有敢叫。哎，Mr. Go 啊，头先我瞄你真久啊，我看你哦，按车顶啊，你一只鸟，一只鸟呢摕出来，拢总摕几只鸟来哈？大概有九块九只。九只？嗯。你饲九只呢？我啊，我出来有大概到40只块了。哇，你饲个40只鸟安尼多啊？是安怎这所在安尼闹热，安尼多人来赏鸟啊？伊会来到 SSI， 有诶是。叫帮调去做伊家己自家的物件，恁加两点钟、三点钟转来到，啊，有啊朋友来讲，啊，有啲问题咧，想请教下你，咁呢啲好多颜色哦，有冇分噶？而家冇比赛就乱晒大龙噶啦，我哋就四围放，到佢一比赛时，佢就有分 A 组嘅就系比较沉啲嘅声度咁样啦，啊，佢就分配一种啦，咁有 B 组，有 CB 组，又有 C 组，有四个组咁。咁要唱好歌咧，一定要识养雀，系。即系鸟儿歌唱俱乐部啊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清一色拢是大波。无来者啊，你阁唔知吼？原来新加坡阁有安尼侪人爱饲鸟哦。哥哥啊，你家看吼，啊，这里吼是这里的鸟碎碎社区啦，连这个戈壁店外口吼，本来钓鸟，互人偷啉戈壁，偷看鸟欣赏。就是啦，我看到一道的人哦，饲鸟饲到安尼 happy 啊，我袂忍了，我常常买一只鸟来饲，你有落帮无？你免买，我会使送乎你。我这只是神雕、神雕。免，我饲你这只鸟，我定着给会了。这道是爱饲鸟的人的天堂，因为这道是一站式的，唔哪会使看鸟，佫会使买到会晓唱歌的鸟。饲鸟定着爱买鸟笼。这道有一个真正出名的做鸟笼的师傅，已经有真侪年的经验啦。咱马上来看伊安怎做鸟笼啦！丁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想请教下你做咗呢行生意咧，做咗几耐到啦？我做咗差唔多50年噶啦。除咗你，仲冇人整呢个雀笼啊？得我一个啦。哇！有冇好多人嚟同你订呢啲雀笼啊？有，有时有啦。我画咗图俾你睇，呢个款你中意唔中意？哦，中意我就做俾你咯。除咗识整，都有同人修整系嘛？修整。咁你嘅雀笼有咩特色呢？我哋新加坡嘅嗰啲文化，我都加埋喺雀笼入边。新加坡文化啊，系点样？因为我系狮子。鱼咁样，我哋放喺个我哋雀笼咯，就系将个鱼尾丝挤落个雀笼。啊，俾人哋知道话呢个笼系你哋新加坡都要做出咁样嘅笼啦。啊，哇，师傅安尼好嘅手艺哦，真是无得找啦。你有想要来参观这道嘅赏鸟区无？来来来，大巴士都会到啦。哎，老板坤啊，今仔日你嘅介绍哦，有影让我大开眼界，不要不要。哎呦，贵重贵重，这种是我介绍老板为嘉宾，当欢喜咯。哎，我常常欢喜嘛。下次咱们去倒？下次咱们去阿毛桥。阿毛桥做什么？去阿毛桥，你会使坐地铁啦、MRT 啊，啊，然后吼，我再跟你讲哦，上官千里，终岁一别啦。什么呀？你叫我去坐 MRT， 搞错你！你坐哪里啦你？哎呦，我来找我红包算了。